Hello，大家好呀，今天吃鸡尾虾，挑一只比较活泼的给小白鼠改善伙食。虾已到位，小白鼠是一点都没察觉到。终于发现猎物了，但好像兴趣不大嘛。今天这个虾也是够活泼的，大哥，就算这虾不是活蹦乱跳，但好歹还算是活的吧？一点兴趣没有啊？难道嫌壳硬？行，虾壳给你剥了。不是吧？难道你之前杀生太多，真的要放下屠刀，准备吃斋念佛了吗？你该不会是怕我，所以不吃吧？好，我走。放你跟前都不吃吗？不会是病了吧？别吓我啊！换龟粮试试。这么兴奋。龟粮比虾好吃吗？龟粮吃得嘎嘣脆，好吧，你开心就好。吃饱喝足就是开心。喜欢白鼠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哦。